对我们的惩罚全部都是喝水，就是今天总之目的就是要逼你喝水。Apple 哇，没想到我喝酒挂耶。然后玩完了你没？玩地也玩啊！可以啊，这个很不错嘞，因为自从上一次啦，我跟达人做那个算是第一集啦，就挑战啊那个东西啊，那个第一个 video 出了过后嘞，反应不错啊，反应不错，很多 fans 讲哇，其实可以跟 Anthony 一起玩啊，跟 OK Mo 玩啊，就一起啦，化妆之类的东西啊，所以今天呢，我就收集了大家的一些意见啦，就把四个人的元素呢都放进这个 video 里面。然后就我们就是排最后一集啊，因为那些人叫你跟我们一起玩嘛，玩完了就讲，除非你们再继续留言了。对啦，因为我不懂第二集要拍什么，要玩什么，所以我就想到把四个人的元素放进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会玩的东西呢，首先关于我的东西就是篮球啦，你们应该懂啊，我喜欢篮球啊，他喜欢球类，喜欢很大的球，好软这样子的。第一个游戏就是打篮球啦，第二个游戏呢就会是什么了？打气的。的大胃王比赛，比赛快吃完我们的食物这样。对。然后第三个呢，就是到 Anthony 的。Anthony 最近的圈呢，也是蛮够力的。怎么这样讲呢？因为他从以前很乱，不懂拍什么，以前比较 lifestyle 一点，就很生活化的东西嘛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转换变成一个比较聚会玩的东西啊，专门是玩游戏的啊，玩。所以我今天这个 content 有点是炒啊。哦，因为都是玩，都是玩游戏。所以我想到，因为 Anthony 的圈里面有很多 game 他玩过嘛，所以我讲到你的环节的时候，可不可以是玩 Anthony Channel 里面玩过的游戏了？最后一个呢，就是 OK Mo 的亚洲是的，亚洲。但你们觉得他会做什么呢？换衣服啊，换衣服哦。你小心，有时候跟他单独，他一定摸你。所以我没有跟他单独啊。OK Mo 呢，就是会关于化妆的啦，至于化什么妆啊，这么要化妆，等下我们后面呢再慢慢跟他讲讲。现在呢，就是要跟他解释为什么我们前面有这一堆水了。对呀、啊。最近天气炎热。最近一直下雨啊。Sorry 啊，为什么会有水呢？对我们的惩罚全部都是喝水，都是喝水。就是今天总之目的就是要逼你喝水，然后逼到你想要去上厕所。每一个惩罚啊，包括讲到出国呢，都是需要喝水的。所以是从现在开始。刚才你讲了很多。刚才是刚才啊！我们还没有上厕所，可以给我们一个机会。我们每个人一个机会，有一个条件，你们现在想要上厕所吗？是不是？可以关起来喽。去，因为不能上厕所嘛，这样要上厕所怎么办呢？我们就有一些条件呐，说那条件我们等下才慢慢跟你们讲。现在不要讲那么废话，直接呢就是去玩我们第一个环节，就是投篮。OK， 我要上厕所，你帮我做那个 one two three let's go 哎，这样远哦， one two three let's go。你要走光了，哎，走光了。哎，没有东西看了。哎，上厕所先。哎，我也想出来。哎呦，还在上厕所那边，哪里可以乱乱拍？看多远他哦，好像没有机会小哦。什么鬼？不要以为哦，那个 cam 有在 run 就可以很放肆啊。Sorry 咯，我刚刚讲了出口 ，OK， 我在弄这个 cam 的时候。你讲什么出口啊？我讲很多次，不知道多少次。开始的时候我喝一罐 ，OK。OK。Yo Yo， 首先你要喝两个水。这个等下先 ，OK。哎，你们可以看到后面有那个篮球框吗？我们现在这个 game 呢，就是每个人要分 team， 两个人一个 team 这样啊。然后每个人要丢十粒球，就总共二十粒球，总共二十粒。然后如果我 miss 了多少粒呢，我就要喝多少罐。类似是这样的东西、啊。简单来讲，其实我们一个人有十次的球的机会，然后我们就要投哦。像你投到两粒的话，你 miss 了八粒吗？那你就要喝八罐水。Game three, let's go。哎，但是你还没有喝水。是啊。来，所以现在是 K 楼跟 OK 某一 team， 我跟达希一 team。所以我们要从这边开始。这个灯，大概是这个灯开始。一人十粒啊。来，那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来，预备备 ，three, two, one, action。哇！你站那边，你站那边，站那边。我帮你捡球。你厉害啊！你好。哇！我刚已经喝三罐了。啊，是哪地方？走 ，OK， 我是要喝七罐。啊！没有，其实这七罐不一定是他喝了，因为是 team 嘛，所以可以分担的。对，所以 B team 是我的啊。快点嘛！你不要顶住我，可以吗？来，预备备，三二一 ，Action！ 哇哇喂！他现在要喝一次了的，喝另外
很丢的，什么智力？丢了吗？一定中了，快打 OK 魔！啊！Apple，Apple，还有最后一点，啊，你没有进到一滴吗？啊，叶贝贝 ，Action！ 一关。Oh no！ Oh no！ Oh no no！ 一关。做对 ，A 波，跟板这样大，你可以 miss 那个板。来喝。来来来，我抓去。快点，提高你抓。没告你。哎，那歪了。不要抓。他太开心了嘛，喂，他很开心的，他就呼呼呼。哎，今天那个，动，哇！这里这个 first round 呢，很倒灌了。我们不要讲出口出口，然后我们要自首一罐，自首一罐。对对对。我们先上分数。九，我这里多少？七。我进三立吧，没？三立吧。哪里？三立吧。不敢相信啊。Flashback。智力吧，找一个嘞。所以你九关，你七关，加起来是16关，你八关哦。我们是加起来八关嘞。加起来八关。你准备？哎呀，你又对着这个哪里吐在那边？那多水啊！我现在很想。然后他没有啊？他为什么他不去？爸，我真的是爸，我闻到那个老胖的气味，去不来。Hello， 大家。其实我们刚刚那个打篮球那个东西呢，是已经玩完了吗？其实很多重点哦，不是在于我们玩 game 的时候，是我们闲聊的时候。我们到现在呢，还没有喝完我们刚刚讲出口受惩罚的那个东西。其实比赛前面已经是喝完了啦，喝完了啦。只是刚才这条，这个人呢，这个人呢，他就叫我跟他一起玩哦，一对一打。哎，这样在这边就直接讲我们下一个 round 做的东西哦。好了。昨天我们在讨论的 game 的时候，那是想要煮东西啊，可以算觉得复杂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这个挑战是 KFC， 等今天的任务就是比赛，一个人要吃两只鸡，所以一堆人吃4只鸡，我们要比时间，看哪个 team 最快的时间吃完。拉达里拉达里，拉达里拉达拉达蹦。哦，两次了没？啊，我的是拉达里拉达蹦的，拉达里拉达里拉。不是拉达里拉达蹦，拉达里拉达里达蹦，耶！拉达里拉，拉达里，你讲。拉达里拉达里弹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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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！哎呀，赢了啦，赢了啦！哎呀，我们这集呢就打包了这个 KFC， 而且我们买，我们不是买 original 吃 spicy 的。其实我们这里平时都是吃 spicy 出来的。是，因为还不吃了。那我们现在 set 回去外面了，一样在外面吃了。OK， 我们在里面，我怕吵到他的姨丈在看戏，刚刚特地把那个电视机开大大声。刚才讲了，那有一个很重大的东西要跟大家宣布。OK， 某嘞，讲他现在他的腰带顶不顺，腰带顶不顺太小了，所以他要去上厕所。拜拜。哎，要讲，没有要讲，要讲。我们玩这个 game 呢，是不能上厕所。对，如果你要上厕所，可以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买 DC Core 最新系列这个哇老爷的衣服呢，送给粉丝。其实我没有很想要上厕所的，我是因为想要给福利粉丝，所以就 OK 要去上一下。哇，这样伟大哎！如果那个粉丝抽到，其实你同情我的话，你可以把钱寄给我。我代表粉丝，谢谢 OK 魔送一件衣服。欸、你看很奇妙的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你不要动我，可以这样子的嘞，不废嘞，不要给我包水哦。
我要讲一讲，我上次投了，真的是忍，真的忍不到。对，他很诚实，自己拿，我自己拿天来讲，天哪喂。一样啦，就是我会送一件哇啦欸的衣服给你们大家，就是送粉丝哦。但是至于讲抽样，我们过后再讲。好了，这样子我去上，我真的很搞。我代表粉丝，谢谢你的面，谢谢你的面。Hey yo, what's up？ 我是 K 龙。真的是下雨啊！没有人接这位。孔大伟，我是 Anthony。我是哪一？我是 OK， 我真的是下雨啊。还好啦 ，KFC 不是吃那个鸡 ，KFC 是吃辣椒。哎，你可以帮我吗？帮你吗？啊！哦，来，准备好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快点，很饿哎！一、二、三，开始。我们用了四分钟三秒。你又要吃秒杀？哇！吓到我一下，他给他自己的样子吓到我啊！这是灌水嘞，就是这个大胃王的惩罚。我想看到什么？第三个 game 呢，就是我这个 game 啊，我这个 game 是叫《爱你心口难开》。我们每个人头上都会有一个任务，我们要让对方做到那个任务，他就算输。像这概念，说如果你输了的话，如此类推，然后就放下来，然后就再拿上去。不是，是个人赛来的。个人赛来的，自己讲输嘞，就是第一个被淘汰的人，就是第一个用完五。条命的人，你就要喝三罐。哇！然后第二个输了两瓶，第三个输了就一瓶，然后只有一个赢家。那个胜利的就完全不用喝了。对，完全不用喝了。Okay. 好了，像我们现在可以准备去、准备啊。One, two, three, let's go. Let's go. 哎，有大事，那叫我要宣布，我要送衣服了。那头牌我又要代表粉丝来感谢大地送出一件礼物给你们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. 喂，这么晚，我不能了。刚刚在外面还好，一进来这边，你看那个冷气，到喉到敏捷肌啊！哇，我不能了，一冷就很想小便了。大家，我又送出一件礼物了。我们什么可以赢到呢？到后面你就知道了。我小便。原来还是抓住小了。我们现在在 set up 等下要玩 game 的那个灯啊，相机之前。然后 Anthony 呢，刚刚很小声跟我讲，哎，相机在这边嘛，我就懂什么事了。我一定要代表粉丝，谢谢你。收到粉丝寄的彩虹。记得来我们底细还有看下去，你要怎样获得这个？One two three, come back 啊，这个是。Hey yo, what's up？ 现在就是回到来我们这个 game three。OK， 现在我们每个人先抽四张，总共是四张，该我们讲五条命吗？因为我们有一张呢 ，K 罗会写给 OK 摩的 ，OK 摩会写给戴希，戴希会写给我，我会写给 K 罗。就是讲我们手上其实会有五张，可是四张呢是已经有字了的，有任务了的。对然后另外一个是白板，我们写什么都可以，写什么都可以。可是对了，不能太过分啦。那我先拍四条命啊，不可以看啊。不会看，你自己不会看。我现在我们先轮流写先喽。黑毛，你是写给戴毅啊？现在我们好了，我们就把一张牌放在头上了。所以是那个白板是最后一张啊？啊，最后一张。OK，OK。有啊。我比较想知道了，因为现在我们在排那个，怕那个声音，我觉得谁讲话需要大声一点。每个人大声点哦。Testing one two three. Testing one two three. 走。Testing one two three. Testing one two three. 你这样小声这么大声点，你还大声点。大声点。我在如意中回来了。原来这么多。他就少一张哦，说他还有四条命，四条命。还有啦。我一直怕 block 到他，其实、还是你们两个放你坐下面，你坐下面，不要动啊！我一直顶到你整个身体。喂喂喂！哇，你要这么大？你怕吗？怕不？不用怕啦，这么怕。哇！但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听《修炼爱情》？一开始怎么唱？你看看，为什么要失望？我有没有唱到失望？啊！你觉得我们现在这个玩法对吗？我的英国地方我没玩过更红，因为你看他的很难中。是，有没有地方你们被弹？觉得可以讲？我觉得要玩了。
都不要玩，OK， 有没有人觉得对方很难？他的呢？还有，你要看九把刀什么东西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买漫画了，小妹呀。聊什么？其实我还没有命了哎，这样子这局是很快就结束了。不要逼我了。多看你，多看你。老师讲，怎么觉得？难，他死了就讲拜拜。讲什么？老师讲，你讲啊。他死了讲什么？哦，你讲拜拜。哦，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是什么？你觉得这两个哪一个比较难？要换吗？啊，这个可能要换，因为这个比较难。这个，哪个呢？哪个？反正你没有中过，我才没有中过嘞。我，你的衣服拉高了。我头很痛，现在。你的衣服拉高了。来，我提一下，来啊，我觉得 Kano 换一换。怎换的？我很难去拦到这个龙哥看到。这个，像你平时玩那个你的玩 game 的时候啊，虽然是讲是在玩啊，可是你都是做工啊。那你做工的时候，你们会不会想到一直拍一样的东西啊？看咯 ，depend， 我觉得看跟谁啊。这样比起拍 YouTube 跟拍摄拍 MV 那种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开心啊？你做工作的？我觉得拍东西都是很开心。总之你做工就是拍 MV 吧？啊，对，对，就是在做工嘛。哦，哇，什么工作？这样就很简单，这样这个 game 这样，你觉得可以加多一些什么元素进去，可以让它比较好玩的工作。所以你觉得应该动作要多一点，动作多一点，这个玩法就比较好一点了。你觉得谁最难？我觉得他难。做美是难的。哎，我的不会了，我还是觉得你的难呢。你觉得很难吗？不能啊！哇，到底是什么？你可以猜啊，你觉得是什么这样？如果 miss 了，你就要喝一罐水。中了可以扣。我现在很想小便。那你会不会因为想去小便而现在立刻送衣服给大家？应该会的。应该会。那在这一刻，你会不会？我懂我的牌是什么了，讲不会。哇，太明显了，因为一直问会不会。他换牌，还要扣一个人的命，扣两个命哦。这写怎么累啊？这个，我觉得还是他很难呢。难，可以换吗？有，谁上币？不是，我不可能。卖了，卖了。五五。真的？哇，聊起来没有用，看不到。我这个角度看哦，你这里还有这个 KFC， KFC。我鼻子好亮啊！你，我现在小便沾到长瓶水，看不到他嘞。难哦，你这。哪个在我们？有难的，这也是 replace 换的。那。啊，不能了。一开始是。哎，其实你要中了。中了，你中了，我就这样。你中了。中了。没有往嘴唇嘞。你一直这样子。有嘞。有。我还在想这哎，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中了。哦，比利哥，我不知道放哪里，感觉。哎，那他都要换，我也觉得要换。哇，你们弄不到我就一直换。真的。OK， 你们觉得难不难？他们不会理你啊，是啊。可以啦，没有。你错。你错，这个真的是很。我靠。两次哦，哇，这个是真的是脑料一点。看我们收东西的时候就是这样，过拿着。我觉得我的是弄衣服，就是有触碰到衣服啦，拉衣服啊 ，I mean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这样你要扣谁的兵？扣你的，难道叫你两个反吗？扣他，哇，一流哦喂，做他喂。这个 round 的游戏呢已经结束了啦，现在进入下一个队伍跟 game 也是我们 OK 某的最擅长的东西。So， let's go。So， 我要上厕所。哦，真的没？我真是不能了。大家拿到记得玩。现在是第四个，也是最后一个 game。他不会喝水了的。啊，这个 game。
哎呀，睡觉了。这个 game 输赢呢都不需要喝水，可是这个 game 到最后输的那个队呢需要买一件 DC Core 衣服送给粉丝。那你解释一下你的那个 make up 的 game 是这样？等下那个 make up 的 game 呢一样是用组来进行的，就是一组两个人哦，然后。OK， 然后我们就会分组咯，然后就是两个人一个组，然后等下才全决定啊，谁跟谁一组，然后自己决定谁要画，谁要被画。画了过后，我们就会拍照上去 Story， 然后给 followers。我半个小时过后就会有成绩的啦。然后我们会给主题啦。他要等半小时啊，他已经想小便了。这样为了你的膀胱，我们现在快点开始。但我们还要想主题哦，因为我们画的妆容是based on那个主题的。这样我们现在问贡献最多了，你决定一下了啊，水果乐园哦。这样我们现在就来。啦啦哩啦哒啵。分队哦。好啊。啦哒啦哒哩哒啵。哎哎，就是我们俩。哇，就是我们俩。所以你要被画还是你画人？对方的 team 决定哦。那你这样摆，那我这样帅的摆个要。因为你长得帅。他以为自己有型啊！你看他 Instagram 嘛，又讲了，有型是肯定有型啊，所以我今天把他弄成某型。你要把他弄成某型，然后他输了的话，你跟他一起分担。所以我应该画还是被画？你画。所以我是被画了，但他们呢？当然是他画啦。是哎，这个这样厉害化妆呢，一定要给人家画丑丑一下的。那主题是你想啊？我可以跑好跑哦。One, two, three, let's go.12 seconds later， 大家才刚刚做完那个 makeup 的 opening， 他就要去上厕所了。我还以为我可以坚持半个小时。哇，我跟你讲，我的尿啊，从小到大没有试过这样白啊！你的尿白还是透明的？你确定是尿吗？不然是什么？尿白哦。精液是白色，尿是黄的，透明，完全是带黄都没有。早知道不用冲啊，都没有黄色。又是啊。OK， 我们这次会用呢，就是这个咯，给大家颜色啊，但是它不是很上色啊。我今天很谢谢，就是他自己带来的西加佛啊。哇，我的 game 也是西加佛。是吗？这个是我的家。你的家。原来这边有贡献的是你。我剪这个 video。OK， 我现在紧张了，他在教 Anthony。他在教我的吗？来了哦，哎，阿大喜啊。时间呢？我给个时间，我哋行嚟行去咁样。几分钟啊？三二一 ，start。拿奖了哎我。拿奖？自己奖。那你现在在画的什么？哎呀，哇，这个是 orange 啊， orange 在这边。快点！你让我填错颜色。快点！哇，你不要吹耶！我听着我，哎呦，你不要吹，你看他要紧张了，你一直吹，还要吹要这样用力。哎，另外一点，不要拿。哇，这是雀斑吧？这个是葡萄啊！来，快点！来，倒数三分钟。哇，这样快了没？快点，快点！我在想这还有什么？香蕉，香蕉，香蕉。快点！这个咩名堂啊？喂，都会有树了，水果，水果吗？苹果树样哦。这样这个黄色的是什么、啊？香蕉啊！不能哦，喂，做姜很熟练 ，OK 吗？你炸鸟到你妈叫什么？快点呐、啊！哎，这个不是华为樱桃？哇！怎么涂头？你慢一下，慢 ，OK。对，慢一下。粉红色，粉红色什么？什么是粉红色？拼哎。strawberry 啊 ，OK， strawberry 是红色的，就是怎么这样上种子啊？你越容易画，我也真的很难画的。来，停，来 ，Anthony 介绍一下你的这个作品先。我的作品一流啊，因为我们的主题是水果嘛，尤其是这个最精致的，有 shadow 的葡萄，然后这个是草莓，这个是那个。我们吃 cake 不是有那个叫 cherry 在这样，然后这个是香蕉，然后这个是苹果，然后这个是 orange， 这个是苹果树。你的苹果跟 orange 的颜色是一样的啊？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哇，我想象不到我的脸现在长什么样哎。好看的。等下你自拍放去 story 你就知道了 ，OK？ 等下先，喂，我很大字，我需要一点时间做。没有这样子。OK， 来，现在我们要换人了，现在是你被换啦。是我被换，你有想大家换什么了吗？刚等这么久。他肯定不会想啊，还是想要小编吧，一定。来 ，ready three， 来了 ，two one。Go！ 哇，这个是什么？哇，他画到很像大哇，喂，他画到很美一下耶。真的很有啊！一名自己画，你有发过妆冇？冇。但你画画有攞过奖冇？有。我 OK 喎、哦，你的香蕉。他画张就一个香蕉了。看到没有一只吹蓝叶 ？OK 冇一只吹我。我也想给他吹了，可是我们不同 team 吹没得吹。哦 ，so sad。哎，他画到很美耶，真的。不要笑。哇，很爱耶这个画面，跟你吹他那种一样。这个很淡定耶哈，而且他画到蛮有规划的。为什么？
有鬼话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哇，这个像七月的鬼一样喂。六月的风的。三月的风。六月的雨。Decoration 嗰啲食條貼咩？慳翻啲時間好啦。OK， 時間到。我覺得我一開始哦站錯鳥，真的是。好，這個就是我的，看到我，看到了，大哥，看不到你。這個就是我的 Pistol Resistor， 什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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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就是我的作品。英文來的，我也不懂，其實。我要寫 subtitle， 就是我的作品，很頂級的作品。這個就是 Kato 最。我在找这拼音 ，OK？ 引以为傲的，引以为傲，香蕉看到吗？香蕉，通常他看到香蕉，他就问你了，小姐，要吃香蕉吗 ？OK？ 然后这个就是，其实我也不懂什么东西，其实这个是榴莲来的，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大马最爱吃的。兰姆达，应该是发霉了吧？同时间呢，这个兰姆达的作用就是让人觉得哎嗨起来。红红的很开心这样子，然后这个就是他的苹果 ，Kato 最喜欢吃什么苹果吗？你看你讲他喜欢吃香蕉，现在就没有给我抓到。我最喜欢香蕉，然后大本人最爱吃红毛丹，然后我最喜欢吃苹果。是不是？粉红色是因为它显示到他的嘴巴大一点。怎么你在水果乐园嘴巴会比较大的呗？你吃水果开心啊，这样子吗？呀西呀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呢，我们在玩一个游戏，就是在脸上面画画嘛，有主题的。这个主题呢，就是水果乐园。你觉得我们两个的脸谁比较适合这个主题乐园的？啊，对对，主题乐园。投票一下。我看了这个 story， 我看到我的脸了，我开始有点担心，我要出钱了。我觉得我的还蛮美的啦，其实。不用紧 ，hold 上去半个小时过后就懂了。我们半个小时过后见。One two three, let's go. One two three, let's go. 你可以不要 kiss 吗？我呀你，我喝水，我喝水。话还没有说完呢，我们一个同事哎，我们一个朋友呢，他突然间跟我讲可以开机嘛，我说想这么开机，他就跟我讲要台语啊，你不要去按，哇，真的是很急哦。哎，等一下你不要冲水，我们要拜拜。清水再透明。哎，来，你先看点蓝色的。有点带蓝的哈，我有放那个香精。有点黄啊，这么像黄了，还有泡泡的吗？喂，在你的尿有白白吗？我的尿没有白白，我尿是透明的。他的白白的应该是白带来的。他现在一直走来走去，他应该多下就要小便了。你按他肚子看。代替我先像我先代表代替代表粉丝，谢谢你代替代摇啊，是啊，那你打油这样子。我们现在在等这半个小时，因为在投票了嘛，所以先等一等着。我觉得你要小便你这么咬我，我觉得难忍的是这半小时的。你会不会去小便？过了多久啊？八分钟吧，我上两去上厕所，我要去上厕所，有点急尿哦，很烦啊你们。大方就是你们在小便的时候会做什么？如果是小很久的话，像现在这样，你们这样看上面啊，看下面啊，研究一下隔壁的布啊，这样。公共厕所的话，至少你还有别人可以看嘛，你可以看一下别人有多大条多小条。而在家的话就是很闷。One two three, let's go. Hello， 大家，现在呢，我被逼要快一点了，因为阿达希跟安德尼呢很想小便啊。我们先看一下那个投票结果啦，是1926票 ，OK 吗？651票是否我的，所以今天胜出的组是那个安德尼啦。这个也代表着呢，我们是需要出一件衣服的。耶、yeah, ，好啊，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所以那一件衣服呢，我跟你是有了一半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样现在重点来了，我们应该要让粉丝 comment 些什么东西，才可以赢取那个衣服这样。其实我是想。到了，我从昨天到现在有什么找到了求助啊？找人求助，要找肯定是找我，没有，都是。不要狡辩了，我想到的方法呢，就是找 Alan 那 Alan 去想一下，我们的粉丝可以 comment 什么来赢取这个衣服。OK， 来来来。Hello，Alan。
我不是跟你讲我跟他们拍东西了没？然后现在我们来到最后一个步骤，就是让粉丝去留言，这样他们就可以赢到我们送出去的那个 DC Go 的衣服嘛。你有什么建议吗？这个要变一下，等下我停车我买一下。哦，你等下停车才讲一下啦。快点啊！快点啊！快点啊！真的要快点啊！你在发电啊？在发电，我要把东西进去加，我还要去洗手一下。我洗手一下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可以快点啦。你这个做法也对啊，因为你帮粉丝争取过两件衣服啊。对啊，这样 OK 啊，这样送多两件也是好。哇，不能了，我不能，我不能，我不能。还要去厕所。真的，那他们就讲感想，然后你先看完了，你觉得有什么感想？写到最好，然后最有创意的。那我要问一下你的女友。不用问他的啦，有了，我们上面有一个答案了。Alan 讲就是让粉丝看完整个影片过后呢，把他觉得对这个影片的感想写在comment那边，最有创意写的最好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好。但当然了，其实创不创意写的好不好呢，都是我们自己选的嘛。所以这个影片出来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在我的 YouTube 的这个 video 下面呢，跟 Facebook 啊去看，会 reply 你的comment， 在 public 那边给人家知道你赢了。OK 啦，谢谢大家，我们的 video 今天就到这边，记得 like share 还有 subscribe 吧，每个人的 channel 啊， Instagram Facebook 啊， OK， 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说 Anna 呢？ Anna， Anna， Anna 可以去厕所啊？你不是去啊？没有家啦？没有。恐怖吗？去吧，去啊。没有啊，出口全部都 end 完了啊。哎，我买包酒啊。哎。啊，来请你开讲吗？多利我就讲了出口，收尾不是出口，扑盖也不是，扑盖是电脑，真的扑盖是电脑，他是想弄我了，掉水。到底是有几穷啊？然后啊，硬要做成一个 stand 啊，真的是很 low budget， 但是又要拍到有 quality。因为我们把 budget 哦全部放在这个相机上面的，所以最好的就是这个相机。中标了，注意一下，在 UV One 啊，没。他是一弄就出来了，弄弄了不要出来了吗？他讲什么？重点拍人家上厕所，观众想看。其实我的重点是要看这件衣服罢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件衣服？源自于我们的 MV 啊，我们的 MV 的名字就是叫哇老伟啊。你可以唱一段吗？可以，肯定可以。哇老老老老老。这个一流啊，他的招数，他招数就是要让底层垫睡觉，然后直接是。哦，我的头还爆炸了耶！第一泡尿就是黄的喽。我早上第一泡都是特别黄的。是，睡觉的时候没有喝水吗？睡觉的时候是喝。睡觉的时候是好。这你们的尿是不是透明的？可以 cut 吗？生气了啊，人家小气啊，一脸就生气。看完这个 video 的朋友，记得无论你是在 Facebook 的留言，或者是在 YouTube 的留言，只要你写下你最有创意的感想，你就可以得到我们这16件即将要送出去给粉丝的这个瓦拉维系列的衣服了。看到吗？看到吗？所以之后如果你被幸运抽到的话呢，我们会在那个 comment 那边去 reply 你的 comment， 之后就会跟你进行这个 PM， 就是你想要得到这三件里面的哪一件啊，然后你的地址啊之类的东西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把这个衣服送给你嘛。写下你觉得最有创意的感想，这样呢你就有机会可以赢到这16件的其中一件衣服了。我们下一次再见。